金蕉，金蕉，来吃金蕉。你知道你每天吃的香蕉都是怎么来的吗？啊，这细块是要安那用？哦，这看起来就水呢，但是吃落去敢有安全？每次看到新闻，大家就心惊惊，唔敢买。蕉农的心思吓人哉，像是台风过境，蕉农心血付之一炬；天气过热，香蕉早熟；产量过剩，只能低价卖出。还有中盘行靠的层层转手，价格波动大，急拍坦啊！到底是要怎么跟大家交代，才能安心买香蕉呢？现在有了卖场支持，小农转型，产地溯源，验证履历，让蕉农可以专注栽种，有验证让顾客可以安心选购。你有听过家乐福的四大金蕉吗？不是金蕉，是四大验证香蕉，有履历蕉。Bio 有机香蕉、金蕉博、石虎山蕉，就如同香蕉的身份证一样，要拿到这个验证可不容易呢。首先需要有透明的生产过程，可以追溯产地，吃得更安心，同时降低生态环境的伤害。就像家乐福有机香蕉，在环境上提倡保留湿地，不除草，不喷农药，以套袋减少虫害，同时让昆虫、野生动物栖息。石虎山蕉以自然农耕方式，让保育类野生动物石虎、凤头苍蝇维持生态食物链，达到环境善的循环。选新鲜履历蕉，金蕉博符合欧盟的严格规范，坚持完整品质控管，才能成为家乐福验证香蕉的一员。现在起，卖场中就可以买到验证香蕉喽。家乐福鼓励蕉农们一同加入验证香蕉的行列，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支持在地农民。友善土地，一同共生共好。